过。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这个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上来吧。嗯。关门，关门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我用弓箭在上面掩护你。要是来得好，我们先用弓箭射你。我想试试这个忍者镖。我啊，我想说什么，最后我没说。怎么了？说呗，怎么了？不说，这句话太难说了。丧尸是从哪儿过来的？我现在还没看到。哦，这个世界有雾霾吗？是搞不清楚，晚上到点好严重啊。来了。在后面蓝房子这边，看到了吗？算了算了。Oh my god, good job！ 他身上还插着一个表。不用打，不用打，你打了你就收，他从到你那了。把弓箭捡回来，放到我箱子里吧。你哪叫的字儿吧？够吗？啊？够吗？你的书够不？然后再那个，就这个燃料。燃料我还是挺多的哈。嗯，也不是那。反正就是一直得出去搜集，嗯，对，也得省着点用，因为不知道这个燃料，感觉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嘛，对吧？哦，他们这个墙好像是他们运不过来。哦，天上的月亮好漂亮啊！那接下来，但我没法在这儿给他出门。嗯，应该。下次应该哎呀呀怎么了被撞了 我看热闹啊你在哪被撞的后面跳不上来后面啊，你看那个丧尸往你那儿上跳，不跳上来了，跳上来了，走，你怎么是？你下去了？我不下去，万一 你可以直接。哦，这个是能跳上来的，他们能跳这个三层楼高。我好几天前就说，我说他跳上来了，就是这个长得烂烂的。我当时他跳来的一瞬间，勉强就能跳上来，但后面是有这种什么研究桌呀、啊、什么挡着。没有，那天我是用弓箭把它射下去了。他脚着地了。就他已经明显就贴上来了，我就用弓箭把它射上去了。你我也不知道他脚着没着地，我没有看到那一步呀。修补。好，这个能 cut 九次。哇，好热闹啊！哎，这个怎么转了？哎，什么东西怎么转了？这个旋转刀片怎么转了？说明有个僵尸到这儿来了。嗯，应该是没有。
就像是从那边来哈，就是每晚上次好像都从一个方向来哈。对啊，他们一直都从那边插过来。那边好像有个空隙。嗯、所以就说，这么说我们待在这里观察是比较安全的，待在我这个地方，左侧啊。上次那边其实也可以。那边有。嗯，行，因为水泥墙嘛，容易引起那个丧尸会跳上来。嗯，但是有墙挡着，它也不会跳上来。嗯，这一首想要电影感，什么？刚才怎么了？跳上来了？还是我这里比较安全？我以为他怎么边受攻击还有力气边放反？这丧尸越来越强了呀！这已经是第八晚了，他好像五天一个节奏的一直。哦，你这边是很好的一个观影台哈。没有，你把这边再给我升级成那个水泥的，我就更安全了。我现在这边不太往那边。我缺一个钉子，不给你升。那个有很多呀，我今天打回来很多钉子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回收资源，所以你不能随便拆它。知道吗、啊、就是钉子呀什么砖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。什么意思不可再生？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去城镇探索那些箱子一次性的嘛、嗯、不是啊，这钉子什么这些都是可以倒出来的，砖头什么都可以吗？啊，还有那个石油那个也可以吗？对对对对、啊、油也可以吗？燃料是用那个油。对啊，油不就是不可再生吗？红色的油。对啊，油不就不可再生吗、啊、就这些，所以说都要想好了。对，钉子是用什么造的呀？钉子用铁块、铁块不也是拆车什么拆砖吗？对、啊、对、啊、都是不可再生嘛，所以我们要想好了再建。大部分而且我把它撤的时候能回收回来，全部吗？几乎是全部，因为我把那个毁建筑那个升满了。他们突破了前面这个，还是前面这个已经完了？我去给他冲一下能，然后跑上来哈。哦，那需要我做什么？我不用不用，你就嗯。哦，这个完了，那个应该想办法也能充能。嗯，现在是奸邪还行，你快点回来吧，你不要跟他们缠斗。我在这块射箭，我在这块给他们两箭，你回来你往回走。不用不用。这样就用不着消耗那个。你过来，我在这里给他补一箭，不让他走。嗯嗯。好，他被木刺给拦上去了。嗯。敲门。然后他等着木刺打。怎么了？嘿嘿嘿，你站我的地方。嗯哼哼。不不不。就不要不要哦，那来来来了，我去把火焰这个开了。嗯。大火的来了吗？嗯，他好像直接从后面走了哈，不从这边绕了。嗯。哇，好多！我一直在爆炸。哎，今天绿色的来的好多呀！你在干嘛呢？开了吗？开了，开了。不是很刺激哦。天哪，有过来的，有进来了。没事，他也就到这。这个墙要被撞坏了。可以修一下。我没有小石头。哪个墙？没有药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被撞的好像。真能跳。前面那个已经。哇，好爽呀！那个弹药用完了，第一个先100个，是吧？现在是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你也给那个去充能了吧，大锤。我怕这个火。你昨天不怕，前天也不怕，今天你也不怕。那个大锤是挺好用哈。嗯。你看，所以但是
最好不要用这个大锤子当第一个那个陷阱啊，那对那些小怪甩没什么用。哦、oh, no， 就是啊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等。音乐没，音乐好像渐渐没了。啊，结束了。哦。结束了，过来吃马芬蛋糕。好了，你过来拿蛋糕吃吧，24小时。嗯。哦，是这样。冲呀！怎么了？啊，捡东西吗？嗯。你在干嘛呢？吃蛋糕了吗？没有，出发的时候吃呗。早吃，嗯，反正我觉得早吃早安心呀，就每天战斗完了就补一下。那现在这段时间就是补也行嘛。嗯。就有一个生物钟嘛，每天战斗结束了，然后就吃上它嘛。我不行。嗯，真好吃。高兴了。嗯，高兴了。下面僵尸那个你都捡了是吧？什么呀？僵尸的包，我不用我下去了。嗯，有没捡的，危险的地方我没捡。危险的地方，你就在刺刺中间，你每次啊的地方没见。我们今天去那个，待会儿去那个什么呀？去这个地方任务地方看看。线索01。你没拿那个密码机。你拿了一个人拿了，应该可以吧？我忘了我藏哪儿了。还藏哪儿了？对啊，因为我发现你没拿，我怕你抢我的，然后我就记得我把它藏了，但是我忘了我藏哪儿了。啊，然后亲爱的，那个快捷键里面，嗯，你放食物的时候，嗯，不要放蘑菇这样的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用快捷键吃东西是在紧急情况嘛，你蘑菇才补多少啊？补在快捷键里放那个补血补大了，像香肠那种。知道吧，这个吃蘑菇是以后就是脱离战斗之后。好了，我吃了松饼了。嗯，脱离战斗之后你在物品栏慢慢吃也行嘛，是吧？用不着在快捷键里面吃，主要是因为快捷键不够放，快捷键就8个，是吧？好，我们今天先去那个。哦天哪，我打死了一个血挺厚的。啊，去藏宝图这里哈，15 40 10。是去我们一开始拿到的那个藏宝图还是？一开始的。哦。就按照它的主线剧情来呗。哎，15和17我们去过呀。难道我们错过了一个E？难道下面是15？它得有数字吧？你把地图再说，它是有数字的。对，我不知道横前面的数字是横的、横向的还是那个竖的啊？原来前面的数字是竖着的，15、17那是应该是这。哦，在地图上还可以这么标啊。好，我们走向这个方向进发。我不知道你在哪。好黑呀，好黑。哦，这是朝霞吗？好漂亮。你看天上一道光。嗯，看天上有一道光，就明显是有太阳的那个光。嗯，你在哪？哦，确实哈。嗯，光影效果做得不错。就这个游戏很多地方就会给你小细节的惊喜，细节做的挺不错的。嗯。哦，野猪，哎，我拿什么？你去打那个对付那个丧尸哈。啊。哎，我怎么这个怎么没法瞄准？哎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哦，不是，我这个怎么？你退出去重进来吧。你刚才送给我的话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是没有剑了。啊，我这傻的，死了哈。嗯。让野猪给。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快点去给我开宝藏。好好好。
我现在丧尸感觉越来越稍微多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我跟着我慢慢跟着我过来吧。我觉得那个任务地点应该有一场恶战之类的。哎，对我们现在来说没有什么恶战这个。哎呦哎呦，因为你有家里五十刀是吧？对啊，而且我还有四十多块蘑菇。是一个大型那个僵尸巢穴。巢穴，这里有巢穴这种概念，等一下你慢慢过来哈，你小心周围，这是可能会出现僵尸，我先打了哈。好吧，因为这个白蘑菇是可以配什么红蘑菇他们做菜的必需品，所以看到就采一下。嗯，在哪儿？什么大型巢穴？看到了，这是个什么呀？你先拆拆周围。哎哎，哪儿啊？哪儿啊？这种丧尸不能打头，一打头就，哎。丧尸好像越来越干了，就是长的，这都拆不了。地上怎么还有根剑？有人刚才在这 miss 了吗？这个丧尸血很厚吗？啊，你问我吗？我正在打一个新手，长得像新的丧尸。可能只是他们换了衣服。哦，是个屠夫丧尸啊。Oh shit！ 我得过去帮你咳吧。啊？我得用远程帮你吧。你打那个小的。哎。亲爱的，先小心哈，我先打我这边小的。什么情况？跑跑跑！跑！来吧，拼吧！就不能让他拿武器出来，就得贴到跟前砍吧。哎呀，然后先。小心哈，我这边我先对付一个小丧尸，不能拉开距离。小心他